叫我们切大葱，好，谢谢。江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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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是谁？江正成。对，江正成。他应该也很强。他超会煮的。他会煮吗？他有出书。真的。他出料理书。料理书哦。对。料理书跟宠物料理书都有。所以他人吃的、宠物吃的他都可以。对。好强哦。他超强的。哎，小时候我有看飞龙在天呢。什么小时候？你在看？啊，对了，你小时候。我的小时候啊，他是。厨房应该很需要你。 我感觉洪哥的速度很快，速度好快啊！太急，太急，对啊，厉害，洪哥，洪哥来了，人不赢，对啊，对啊。 出现，让我们降了好几级。想不到我们还可以更下去。说给你给他起来倒沙缸，然后哎，耗子，你们可以去布置那个了吧？要去，张立东一起把它带去就好了。哎，立东走了。对对对，他带去，他应该帮得上你。谢谢浩哥。不会不会。蛋饺好吃哦。哦，这个好强。哦，米线煎。 哦，麻油。哦，这个有点耗时。那这个是已经没有用处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等一下加减看他们怎么包啊。Let's go。去适合我们的地方。去带汤吧。